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星。那有观众啊，在问说这个 Ryan Ward 的状况，他现在就还是待在高阶 EA 啊，然后数值还在往下掉。不过其实都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听说他现在是在现实世界是在 3A 的嘛，到时候切换到的秀二四去的话，他应该估计也会预设就是在 3A 的咯，而且数值可能会直接拉高。好来，那回到我们的比赛，那接下来的系列赛要面对的是这个堪萨斯皇家的 2A 球队，西北阿肯色自然队哦，没有错，各位非常不好意思啊，上次面对的其实这个西雅图水手的阿肯色旅行者队啊，不过这两个因为名字里面都有阿肯色，就我不能搞混了啊，真的是非常抱歉啊。接下来我们要面对这个才是皇家的 2A 球队哦，那我们就进比赛吧。OK，今天就是轮到这个崔玄一。听说沃德下去以后，崔玄一上次有拿到胜投，我没有注意到沃德一下去，大家都越打越好，到底是怎样？好来，那现在第一个打席，一垒有人，这么高，这一球安打，OK，第一个打席就敲安，这颗外角的二缝线速球，得被我拉打回来。我们连续安打也推进到12场了。这一颗，这个没办法跑，没有推进效果。叶子，哎呀，哇，结果被三振了，哇，对面2分了。这一颗，欧巴打在墙上，OK，不错哎。我原本以为我调高难度以后我会打得超级惨，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还好。因为我自己调高难度测试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面对大联盟的投手去做测试的啊。哎呀，被三振了。哎呦！哇！啊，被三振！哇，结果被冻结在三垒。第五局这边三分了，一垒有人可以抓双杀。OK，double play。我想说，我可能还是不太会打这个名人堂以上的这个难度，结果没想到现在打起来好像还行。哎呀！才刚说完，哭啊！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也还在 2A 啦，他的投手强度真的是还没有很高。啊，可惜了！哇，原本球速对我有利的，就打成这个滚地。哦，不过队友追了一分啊。现在是一二垒有人的危机哦，传二垒。再传一垒，OK，double play，不是对面7分了，哇，我们投手还是又炸了，然后这边有任务啊，感觉都还好啊，随便选一个，啊，变速球，不过这个球是在好球带内啊，我任务还是没问题的，啊，哇，这颗捡了，哭啊，这样任务还有成功吗？我不知道还是被我选到满球数了。哎呀，打在球下缘，只是一个平凡飞球啊，没了。不过任务是有达成的，看起来我选球还是有在进步的吧。啊，这场输了，投手太炸了。不对，那颗球怎么浮空在那边是怎样？哇，第一局就一个得点圈的危机。挡了一下，又漏了一下，哇，哇塞，这球怎么那么滑？太油了吧！结果双杀的机会反而变成一个出局都没抓到。OK，这个小飞球直接接杀，没关系，现在还是可以抓双杀了。这个挡住吧，
OK 啦，我们二雷手跟我这个黄金二友，今天第一个打席一雷有人啊，变速球，这一颗我打到高角度的球了，哎呀，没有打好，变一个平凡飞球。哦，现在一比一了，一样是一垒有人。连续两颗坏球了，嗯，连续三颗坏球，哇，连续四颗坏球，直接保送。这一颗，哇，小飞球直接被接杀。第五局了，这边有个呛死，一二垒有人。这一颗打第一球，哎，结果是平飞找右外野手，嗯，感觉打得不差的说，哎呦，不过队友很给力哦，现在三比二领先哦。这颗哇没打好，哇太急了，哇变一个双杀，打到一个低角度的坏球，哇这场是靠队友啊，好像很久没有这样靠队友拿下胜利啊。这场我打超烂欸，今天又没有安打了，我们连续安打又断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下一场再加油吧。今天回到我们的王牌高地了，第一局就有一个双杀机会，哇这个滚得很慢，哇只能抓得到前卫跑者，没事啊，刚刚那一局没有失分，这边一样就选打个长打，哎我打到球的上缘，啊，没有长打，失败，拉太高了，哇，这个滚地，哇，没了，第四局啊，现在还是零比零，哦，这么准，那个位置超不好打的。OK， 三颗坏球了。啊，这颗可惜，拉不够高。这颗有了，安打，这颗拉打，一垒手没有扑到。哎呦，还没有接好。冲！哇，结果被双杀哦。哎、欸，他哇，原来那颗球是他直接被他接住哦，哇，可惜哎，哇，现在第七局对面两分了，这一颗出棒比较晚了 ，bubble， 啊，被滑球掉到了，一个内角滑，哎呀。哇，都没六分了。OK， 这颗还好没捡。哦，近身球。又是三颗坏球了。啊，这颗没打好。这颗呢？啊，只是一个平凡飞球哦。啊，最后一个出局数没了，又输啦。这场投手爆掉了，我自己也没有打太好。第一局哦，第一局就两分了。这场队友很给力哦。哦，这球没捡，还好。这一颗越过游击上方的安打。OK， 有个起跑慢了，啊，真的来不及了，这颗真的起跑慢了啊。哦，其实差一点哎，可惜啊。哦，不过没关系哦，队友超给力了，四分了哎，而且现在又是一个满垒的呛死，然后这边又有任务了，就选这个吧。送回所有跑者，虽然还是有难度啦。
哎、欸，哦，直接打去找一垒手，哇，这颗打得超扎实，哦，就刚刚直接大中计是不是？好像一分都没有拿到，然后反而是对面多拿了一分，现在三分差。哇，这颗有还是有安打 ？OK OK， 打一球上远了。不过还是算蛮强劲的，再跑一次，这次有了吧 ？OK， 一个复仇，这颗其实还是慢了一点，不过来得及呀、啊！哇，没了。哦，对，我都打到第六分了，不错哎！啊，这个拉太早，这个有对到哎！啊，滑球，现在球速完全落后，啊，结果还是被三，又被内角滑掉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最近一直被内角滑球掉到。OK， 这场还是赢下来了。这场队友也是很给力啊！我虽然有两支安打，不过今天得到的分数都和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哦，第一局就有任务了，这个吧，打一支长打。嗯，被变速球掉到了。哎、欸，又是一个低角度变速球，哎呀，这个挤到，啊，没扑到。啊！结果反而形成一支安打，哦，这打这支打超烂哎！哎呀，任务也失败。哎呀，他捞起来了，只是一个平凡飞球啊！啊，没有没有哦，两出局哦，哦，我记错了，哭啊！哇，对面六分了。哎呀，有点急了，可恶！哇，就被外角变速球吊到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这哎，我后面这现在有点太急了，一直被吊到，这边又有任务了，选一下 ，OK， 不要太急，不要太急，冷静一点。这一颗打在墙上，哎呀！我想说有机会出去的，这个打得超扎实哎！哦，果然好好选球还是很重要的、啊。稍微静下来选球，就可以把握住这种比较甜的球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是8-2落后。哇，这个我没办法跑。Cody Hosey， 靠你了！哎呀，结果又是一个小飞球，这我应该也没办法跑。Diaz， 冲！哇，没了，惨嘞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打的好的时候队友就打不好了？然后我打不好的时候，结果队友就超会打。第八局，一垒有人，啊，变速球又被吊到了。哇，这颗曲球，这一颗，阿斯投到红中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回来，先回来。OK，OK、OK, OK。至少打回一分啊！打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，这个变速球掉到红中来了，我就直接把它打到中左外野方向了。啊，这个断棒，断棒大联盟哦，直接被接杀。
这一颗，冲冲冲冲冲冲冲 ！OK， 再拿一分，碎哦 ，Cody Hosey， 有料有料。哇，他打这颗曲球，如果是我就会三振了。哎，最后还是抵不过对面啊，他们打太多分数了。今天我们四支三猛打赏还是不错吧？今天又回到崔选一。变速球。这个打得不错，中间的平飞安打，这颗传歪，我应该有机会冲二垒。哎呦，教练下达盗垒指令，冲啊！我刚才其实离垒不快，不太够远，不过还是来得及哦，可以啊。他这个出手有点快啊，我还没有离垒，结果他就已经先投了。哇、哦，真的是 bang bang play！ 哇，没了。其实我刚才应该可以直接冲了，虽然都还是得不了分啊。哎，不过对我打了一分。哇，这个大曲球哦，这么低。哎，直接砸人啊！你的曲球虽然幅度很大，但控制不太好哦，直接往我身上飞过来啊。OK， 至少是躲掉双杀啦，这个提前起跑。哦，没了，是一个平凡飞球啊。第四局1-0，这边有个双杀机会啊。3-6-3 double play， 是哦，第五局还是1-0啊。这一颗变速球打在墙上，冲三垒看看。OK， 三垒安打，耶、yeah。这一颗，哎呀，仰角不够啊，不然就出去了。第四棒又换人了，结果又被三振了。等一下啦，我们第四棒真的是有毒物。第八局，哦，这边对面追了一分，现在变1-1平手了。连续两颗坏球啊！哎，哎呀，被挤到这个内角球，打成一个平凡飞球啊！第十局啊，进到延长赛，现在还是1-1。这边抓双杀 ，OK， 6-3 double play 来了，这是一个呛死啊！哇，这么准！啊，这颗拉太早哦，这颗超可惜，这颗很甜哎、欸。哎呦，这颗完全往我这边来哎、欸。哎呀，这一颗，哎、欸，它漏掉。OK， 哦，大难不死，这边失误啊。这颗其实打得算有点强劲了，一垒手没有接干净啊，加油啊！这边就靠队友了。哦，突袭短打 ，OK， 有推进哦，不错哦。啊，这颗，哇，超可惜啊！2-3垒有人一出局，结果没得分。有了，安达，再见，安达，
Cody Hosey， 还是得靠 Cody Hosey 啊！炸啦！再见安达哦，这场好精彩哦，真的是论守备的重要性哎，那个失误直接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。我这边板凳教练又来跟我们说话了，他又要来叫我提升我的守备能力啊。不过我最近守备还算稳定吧，我很久没失误了哎。好来，那我们这个系列赛呢，最后是拿到了3胜3败哦，是一个平手。这个系列赛我打的还算是中规中矩吧，这个难度感觉还蛮刚好的、啊，不会像前面真的是一直都在屌虐。不过也开始出现一些挥空还有三振这些比较丑的画面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就再多练练吧，我们也离3A 不远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